位的报名者，他叫做佩东，掌声欢迎他，帅哥一枚。那佩东曾经也是我们铁花村一起工作的伙伴，那现在是我们可以讲吗？OK 啊，友好的就是音响公司的员工，那他的工作呢，就是现在舞台上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他负责的，还有你们后方那位音控师在操作的机器都是由他，是吗？你要介绍一下吗？嗯，换你了。没有，我想直接唱歌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哦，今天带来我最拿手的三首歌。最拿手，多拿手。第一首叫做《对爱渴望》，蔡健雅。好，我们都喜欢蔡健雅的歌曲。他说 A 副歌。哪是？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一看就知道没有练团。是星星是伤。
对爱渴望。谢谢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是轻松玩乐团的《风光明媚》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。哦，好好，开始了。当风光明媚。温暖的阳光灿烂的开水，好，从头来，再一次，是不是谱架太低？是不是？那你自己调。你看差太多了吧，那个高度。好，刚刚都没有看到哦。好，重来。重来。所以你接下来第二首要带来的是轻松玩乐团的《风光明媚》。好。当风光明媚，温暖的阳光，湛蓝的海水，三两只慵懒土狗赖在马路中间睡。当风光明媚。嘿耶，那风光明媚耶，那风光明媚，刻不完的字，唱不完的音乐，闭着双眼都不怪罪，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， 那风光明媚耶，嘿耶，那风光明媚耶。是你就该抛弃负累，在蓝蓝的享受阳光下的晒伤的滋味，也有阴晴潮起，也有潮退，你也要试着欣赏不完美的美。那风光明媚，看你怎么去追。那风光明媚，看你怎么体会。那风光明媚，温暖的阳光，灿烂的海水。三两只慵懒土狗赖在马路中间睡，那风光明媚，嘿耶，那风光明媚，那风光明媚，唱不完的歌，刻不完的音乐，闭着双眼都不会。吹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， 那风光明媚，嘿耶，那风光明媚。既然如此，你就该抛弃负累，在蓝蓝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。也有阴晴潮起，也有潮退，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。那风光明媚，看你怎么去追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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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然后马上带来这一首歌，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再次谢谢佩东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。我忘记了，谢谢。第二位，小浩是第二位。哦，因为第二个没有人报目前，所以第三位就往前一位。第三位原本的编号现在挪到第二位，有点复杂。他叫做小赫，掌声欢迎他。